的主持人谢金莹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台湾隐形冠军、世界级的 Ultra HD 专家 PX 大通电子机车行车记录器的发表会，单镜头的类 DIY 行车记录器，它也就是我们的新知胶囊。我们要首先来欢迎我们中华队的专属啦啦队 CT Girls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T Girls。票选活动是什么呢？是玩转颜色，有你角色。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来公布我们的票选前三名，新知胶囊类 DIY 机车记录器的三名。新知胶囊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个性，也是内心情感的表达或向往。接下来就要揭晓新知胶囊上市的颜色喽，优雅红 ，MOMO 专属色。内心奔放热情，外表始终优雅，喜欢结交朋友，敢于表达想法。自由蓝，拥有自由不拘的生命力，情感深邃细腻，深受朋友信赖。内敛黑，智慧的人最懂沉默，独立自主，沉稳内敛，更能挑战巨大成就。还有一款实力派具备 1080p 60fps 的坚强实力，更高规格，更高流畅画质哦。内 DIY 的行车记录器呢，提供给消费者除了有安全顾虑、时尚有型、便利使用跟安装简单之外呢，还有什么特别独特的地方？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行车记录器，大概就是黑溜溜的一台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他都需要就是炫一点，这样一点，帅一点。在使用的时候，它可以搭着他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凸显自己的风格。它除了颜色的凸显之外，它另外还有一些特性的设计。一般呢，行车记录器使用者它有两个痛点，第一个就是那充电问题，第二个就是它的收纳问题。通常都大概上班时间的话，大概两天它就需要充一次电，没错，相当麻烦。那它基本上是装在安全帽啦，或者是装在龙头，那它需要拆装。那安全帽如果要收起来，要放在置物箱里面，有些时候是盖不起，所以它需要拔起来。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痛点呢，我们做了一些改善，很简单的，自己装在龙头，然后接我们车的上这样使用充电，好像我们去做一些 VCC563的认证，然后再 DSMI 认证，然后再就是 NCC 认证，这个三大认证呢，可以确保消费者他在使用露营的时候，他可以确保就是他露营不漏鸟，或者是不折叠。这些都是针对这消费者来做比较贴心的一些设计。哇，那这样子除了安全之外呢，也特别的便利，又有一起就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我们这次与MOMO 购物网有这次的早鸟预购优惠活动哦，新知胶囊全系列早鸟优惠都有85%优惠，除此之外还有升级32G 以及好礼三选一，你心动了吗？赶紧上 MOMO 购物网抢限量早鸟优惠吧。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6月1号新品上市的活动哦，我行我素勇敢告白，只要你购买新知胶囊就会有好礼三选一哦，只要到我们的官网上面 Facebook 就可以留言，我是热情如火的谢经理，所以我选优雅红。想要了解更多新知胶囊的最新活动吗？那你一定要锁定 PX 大通的官方粉丝团哦。